只要有委托，哪里都得去。跟我以前的工作相比，行算好。哎，他以前工作什么？哎呦，有秘密的男子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通常就是不想说才这样讲。你有什么过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过就只是杀了几个人而已。托哈尔，你为什么要你要乱接？是难预料啊！哎、欸，被看到了！等下，学长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他以前的女团的人。感受到了，要直接来了吗？哦，他们愿意放我们走。游泳下来啊，再泳下来啊！你不下来，我就要上去喽。威胁。我小飞可以从上面往下跳，也可以从下面往上跳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看不到最上面，高。可恶，好像不见了。可以偷偷回头走。可以耶。哦哦哦！中央区块。哎、欸，还有人呢、欸！你在这里干嘛？可恶，为什么警备戒备被弄得森严？这下不妙了，要是心里被调查，我缴税混水摸鱼的事会充满。没错啦，不行吗？对了，你们帮忙来买些东西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行销。哇靠！他在这里卖东西啊！哇，而且还卖一堆很猛的东西，流星回路也有。哎、欸，明大上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好不好？这个料理要盐跟五谷，我们来看盐跟五谷多少钱。盐巴20块，五谷100块，总共120。所以我做出来的完美料理要能够卖120以上才是划算的。最完美，最完美不就是李恩吗？他是笑脸。よし、やってみるか。就是。さあ、李恩。よし、こんなのはどうだ？慢烤饭团，完美料理。慢跑。慢烤。我以为想出饭团，哎，才卖75块，你们骗我，哪是饭团？有说巨石不练吗？哎，对，巨石好，巨石，练，巨石强身。对啊，这一定要练啊，不练怎么行？李恩，你要成为强身吗？好像不是很好，给小弟也成为强身好了。强健身体，嗯，这样也不是很好。给你啊，你感觉没什么用，超级过分。你羽翼好猛，主要是加防御的。对啊。以前失败啦，哪是有人说眼镜先买2个。哎、欸，有卖隐形眼镜，为什么要买2个？为什么隐形眼镜看起来是那样？隐形眼镜，我靠！这再不用洗钱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眼镜只有戴眼镜的人可以戴哦。啊，真假的？是要把眼镜给他，隐形眼镜给他，想太多了。但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说要买2个啊，另一个给班长，但是阿静我才不要给他了。为什么？这袋子需要洗巧
颗粒是奶绿，是奶绿，奶绿刚才就一直挂在台嘞。真的、哦，奶绿，是奶绿，奶绿一定在打漏。哎、欸，不能洗钱啊，我明大上，还是完美料理啊，反而卖的没有那么贵。它有时候会这个样子，不一定完美会比较贵。我们来给小弟也来煮看看。美味しくできるかな？他应该就是煮一般的料理。はい、完成だよ。热乎乎显饭的，还有一个是闪亮亮的，闪亮亮的我没有做出来。闪亮亮，热乎乎，哇，鲜艳三色，说不定鲜艳三色哦。我们看热乎乎跟鲜艳三色，热乎乎卖40块，鲜艳三色哎，150赚30块。可是我有可能会赔25，哇靠，哎，这也太难了吧，这个。这个这样子安内刚丢，安内刚丢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当，我们来认真来一个，来一场经济学，我们来实验，我们做5个，还是做10个，然后以统计学的概念来看看这到底是赚还是赔，好不好？上，但我会破产。不，是谁？噗噗 is so good。谢谢，我记得这是长青的月啦。对啊，谢谢你。想不到你想要来上统计学，来来来来，我来教你，我来教你。既然小队长想要上统计学，我就来教你。没有，很简单，你就给他做10个，看出现几个鲜艳三色饭团。好，从这个可以发现，我就直接亏了，25×10=250，250再减掉5块钱，所以我亏了245块。你亏太多，而且如果我不卖掉的话，我就是亏的更多。可是我也不想卖掉，我好可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难过。这个期望值超低啊，你看你这废物，做一个完美料理有多难吗？超难，就可以要爆。哎，他只要做到5个以上，就是赚了。结果他只做出1个，只做出1个啊！本当に廃道って感じですね。横断鉄道沿いの方が整備されてるからね。觉得哀伤，觉得黎恩不会做料理，跟我不大一样。啊？啊？要班长搭配回路才赚，真的哎，这应该要配回路，因为是完美料理。那应该还要好久以后。射他！射他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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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咕咕鸡走开！咕咕鸡！警告你哦！哦，跑好快哦！射！小飞射！哎呦，你怎么转头才射？射小飞！哦，射中，撞！有90%的回路，90%的，那要等到那之后啦。鸡舌？为什么？好恶心的感觉哦！其实黎恩是很猛。小小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下面，大家看，现在会比刚刚还要卡吗？如果你们会比刚刚还要卡，要说一下，你们要大叫一下，要叫到我在这里都可以听得到。我会帮观众叫，不用。这都不用，这都不用。我是说叫到我可以听得。听得到就好，不是叫到我旁边的水杯都破掉，我的耳膜爆掉那种。不是，不是。啊，是吗？这都好。不是，你给我闭嘴。会怕什么？怕火？没有火，但我可以帮你们洗澡，可以吗？还是吹风？好啦，我知道你们还是比较喜欢玩黄金蛋。
黄金蛋。药金石能卖吗？药金石可以哦。记者，那头好奇怪啊！以岩石为主食的巨蛇会吐出使食物石化的吐息，制造出自己的食物。吃石头哎、欸！下九桃，好奇怪。也是啊，毕竟这世上都有人吃泥巴，吃石头感觉还好。谁呀？混，这头黑黑的。呵，小飞上。哎，还是跟小飞合作无双。啊，轻轻松松啊。我喜欢无双，不行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常玩。你是玩尖叫无双吧？没有，免疫。谢。良さそうな宝箱だな。不错的宝箱。防御二，哎呦，真的是个不错的宝箱。防御给谁好？谁缺东西就给谁。给小飞。对小飞最好了 ，so sweet。没空。这是玩闪二，第一次看到侦查，有吗？我之前都有侦查，是要侦查一下。哎，这怪是之前没有的，我刚才以为是有。对。嗯，我知道艾瑞特有那个、啊、小弟也有解析的战绩，不过他的解析战绩。会耗 CPR， 就有时候会想要把它留下。Say no。行くぞ。肮脏老鼠，哎呦，感觉是你的好朋友。喂。哎、欸，你又不喜欢朋友 啊？大家都不要做你朋友啊，算了、啊。你这边帮我乱找朋友，哇，这样子。现在六亲不认，肮脏老鼠，七七七七七。你还好吗？谢谢谢谢你重新订阅。Small Fantasy， 这是要怎么用啊？什么怎么用？怎么弄的？我也有啊，我一直都有订阅啊，我也要。你还没到期吧？或是你在订阅它，因为它会记录你之前的、啊。谢谢你，小混。那个，等一下哦。栖息在阴暗地下的属性魔兽，他的朋友有小幻跟艾伦，原因是因为他是他刚订阅，他一定是这个团好朋友，个性狡猾。哎呦，听到没？小幻在说你啊！好啦，我说我的小队长，他是肮脏老鼠小队长。哎、欸，你很坏，你这么烂啊！他自己跳在这个时间啊！哇，很衰哎！拜托，快点退地，马上退地。还是其实他是想要在小飞攻击的那一刻订阅，所以其实他是想要订阅小飞，成为萝莉控小飞上。难的呢，哪个难的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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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艾略特用识破弱点时说了一些什么？大概就是我破这样子吧。那我们要怎么走？哎，我们刚走还是少拿一个宝箱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迷路了。等一下。